12:49在新竹站所要拍摄的是3187次，经由沙安线开往潮州的865加866为下圈的。好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好，感谢各位观看3187次经由沙安线开往潮州的865加866为下圈的，在新竹站停靠，不要就是这里。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龟山187次经由三线看往潮州的865加866为下圈了，准备驶离。3187次进入三线看潮州等于865加866为下圈了，等下就是你了。3187次进入三线看潮州等于865加866为下圈了，准备是你。新竹站。3187次进入三线看潮州等于865加866为下圈证，一时以新竹人在尽量不管，烦呢、欸。我影片组，抱歉，影片怎么我尽量不管。